棉花糖乐队。帅帅，乐队好帅呀！嘿，变，我也要组个乐团，哈哈，我就是主唱。你们愿不愿意加入我的棉花糖乐队？乐队好呀，我们也加入。我可以弹钢琴。好听，我来弹尤克里里。最帅鼓手当然是我了。棉花糖，那你呢？我当然是主唱啦，棉花糖乐队的主唱。我们这就开始吧。你们好好玩啊，我给你们准备水果去。中间是主唱的位置，你抢了我的镜头。皮皮，你的鼓声太大了，盖住了我的歌声。明明是你太吵了。好了好了，孩子们，快来休息一下，吃水果了。好了，我去拿刚烤出的饼干，你们吃完呀，继续表演吧。这些小不点儿，一会儿好一会儿恼的，真是的。饼干来，哼，不玩就不玩。棉花糖，你的乐队小伙伴怎么都走了？都怪他们不配合。小苹果，你要跟着我的节奏弹。可是你唱慢了呀。那你也要听我的，因为这里是棉花糖乐队，我是最重要的。凭什么你是最重要的？那我不玩了。我们也不玩了。棉花糖太霸道了。我哪有霸道？你们是棉花糖乐队的成员，当然我是最重要的啦。那你自己一个人重要去吧。再见。云朵妈妈，您说是不是他们不讲理？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可以用伴奏带，伴奏带里有钢琴、吉他、架子鼓，什么都有。蓝天白云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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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一个人的乐队好无聊啊，云朵妈妈。您说这是为什么呀？棉花糖，现在请你画一幅你想象中的乐队吧。可是我没法画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需要铅笔、橡皮、彩笔帮忙才行。对呀，乐队也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个整体，每个成员都很重要，鼓手、键盘、吉他、主唱，如果没有他们配合，只有主唱，那就成了独唱，不是乐队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要把乐队成员都找回来。小苹果、毛茸茸、皮皮，我来请你们一起组建乐队了。哼，我们才不会加入你的什么棉花糖乐队呢。不是棉花糖乐队，是一个新乐队。你们看，这次我不会再抢占重要位置了，因为乐队是我们大家的。乐队的名字我们都要一起想，好不好？好呀，我觉得可以叫好孩子乐队，叫四个人乐队，鼠乐队怎么样？多酷啊！明华说叫汪汪汪乐队。这些孩子呀，每天都在学习中成长。
哪里来的怪声音？中午的太阳暖洋洋，吃饱午饭睡午觉。什么声音？米花，米花，你听到什么怪声音了吗？我也来找找。嘿，哈，哪儿发出来的怪声音呢？好像没了，真奇怪。棉花糖，你看电视里那个女孩的雪地靴不错，妈妈给你也买一双。我要粉色的，因为我是粉红宝贝嘛。可以呀。棉花糖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没有啊。不过我也听到那个咕噜咕噜的怪声音了。这是哪里传来的怪声音啊？我和妈妈一起找。没看到什么会发出咕噜声的东西呀，是不是我们听错了？棉花糖，你画完没有啊？妈妈的腰都酸了。马上马上，就快了。怪声音又出现了。云朵妈妈，是不是有怪物啊？不会有怪物的，但有可能是贼溜进来了。蓝天爸爸不在家怎么办呀？别着急，棉花糖，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。这怪声音有点像吹风，我们先看看是不是外面起风了。没有找到发出怪声音的坏人呢，也没有找到发出怪声音的怪物。云朵妈妈，是米花在睡觉。怪声音原来是米花发出来的呀。难怪我们每次都找不到怪声音，米花醒了就没有怪声音了。可是米花原来睡觉不会发出这种奇怪的鼾声啊。别担心，米花最近只是有点过敏性鼻炎，鼻子不太通气而已。我已经给她滴了消炎鼻通药水，回去记得继续滴药就可以了。谢谢小帅叔叔。不客气。
这次米花可以安稳的睡觉了。嗯，我们也不会再被怪声音吓。